现在正是吃芒果的季节，首先去皮，横一刀竖一刀切成小丁丁，锅中倒500克水，30克冰糖，40克白凉粉，朝太阳的方向搅拌，烧开后倒入芒果，关火再随便搅拌几下，放凉后就成为芒果果冻啦，特别Q弹，非常好吃，小朋友再也不用担心吃超长保质期的果冻啦。